竹子，你就看一下，你看一下，你有什么话想跟我讲，是不是？好，那神明啊，祖先，你们好，我是宝琴，好，我是宝静，那希望你们可以保佑我的阿祖们，还有我的爷爷奶奶、爸爸妈妈，还有我跟弟弟，还有我的姑婆啊、姑姑啊，还有我丈公啊，就是每个亲戚们啊，都身体平安健康，还有，就是我的好朋友们也都身体平安健康。好，拜拜，拜拜哦，黄宝琴，你要双手合十，然后你要拜拜，虔诚的拜拜。对了，要三次，要三次哦。你只有一次，要三次，二、三，对，那这样的神明，他就会听到你的声音，就会保佑你们，知不知道？知道吗？知道。